过十关五十万，谁是擂台主，谁就是台湾第一强队。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由伟来电视网为您转播的台湾电竞八年超级强者擂台赛。现在要进行的是 SF2 Online 的项目，而今晚我们将邀你一同来见证台湾最强王者诞生。我是包子曾浩宇，而今天晚上为你邀请到的赛名是人称日本杀手的 Wiz 刘俊介。Wiz你好，包子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Wiz。 是的，在上一周的比赛，擂台组 PTN 在三战两胜的赛事当中，那么以2-1击败来自于北区的挑战队伍啊，这个是Cooper教练所领军的 Newman。对，没错。哦，这个表现非常非常出色哦。那么他们也继续蝉联第三周的擂台组，累计的奖金来到了40,000元。那么今晚呢，要挑战他们的队伍是来自于南区的队伍 Last Stand。 那么看一下今晚比赛的赛制，擂台赛采用单淘汰的三战两胜赛制，每一张地图15回合抢8。那么第一张地图呢是由挑战者所选择，落败的一方可以选择第二张地图。本次的挑战者是由地方的资格赛所选拔出来啊，等于是你参加资格赛获得冠军，你就有机会来这边挑战擂台组。擂台组最多可以蝉联10连胜哦。那么如果你成功蝉联10连胜，你就可以带走50万元的高额奖金。 我们看一下奖金分布的状况啊，左边蓝色的部分是擂台组的部分，第一周10,000元，第二周20,000元，第三周来到了40,000元，到了第10周，哇，奖金50万。那么当然在比赛当中你可以选择弃权，只能带走奖金的一半哦，也就是投降输一半哦。那么你如果选择继续挑战，但是呢，未免失败，只能带走不到一半的奖金。 那么在右边呢，浅蓝色的部分是挑战队伍的部分哦。如果你挑战成功，可以带走额外的奖金哦。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 Spider 最近啊，这个专业的电子学院已经开班授课了。对。哦，所以在每天啊，这个礼拜三到礼拜日都可以进行报名，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部分，可以来进行报名，将由这个包含这个 Hoop 教练。 对，以及这个之前的 蜘蛛毒牙 Bolt， 然后以及包，那我的话我也会去上课啊。当然，我的课程排到了12月，因为前面真的是两位太满了，对，太满了。所以这个欢迎啊，这个想要从事电竞这块的这个热血的玩家们，你们可以前来报名。当然，这个我们教完你们以后，你们可以去报名这个地方的资格赛嘛，有机会来参加我们超级强者擂台赛哦。 没错，就像Hooper所领军的Newman一样。对，当然，好的，我们来介绍今天出赛的两边的选手。哇，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 Lesser Stand， 来自于高雄地方资格赛的冠军队伍。第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荣儿陈应龙，来自于新竹，20岁，台北市立大学。好的，第二位要登场的选手，我们可以看到是小郭郭宏任。 来自于南投17岁，目前就读5育高中，在SF2百万大赛是亚军的成员。第三位要登场的啊，这位是小 Z 朱玉峰，来自于高雄，目前是17岁，就读中山工商 SF2百万大赛的第4名选手。 好，这位第4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小灭姚佑翰，来自于云林，22岁 SF2百万大赛第4名的选手。好，这位我们看到的是小笨王宪荣，来自于台南，16岁，目前就读亚洲参旅，也是 SF2百万大赛第4名的选手。好，以上5位就是我们挑战者的出赛名单。 好，这边要介绍的是擂台组 PTN， 第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巨蟹杨赫任，来自于新北市，19岁，在上一周的一个初赛啊，目前累计了 KD 1.42，全队最高。哇，很优秀，是。好，第二位要登场的选手是 Snake 万玉成，来自于新北市，22岁，在目前的一个 KD 1.16。 第3位要登场的是小 B 队长方成元，来自于新北市，19岁，目前就读于东南科技大学，目前累计的 KD 来到了1.11。哦，这位来自于南投的天才少年陈家鹏，目前是16岁，就读同德家商，目前累计的 KD 来到了0.92，这边要多加油了。 第5位要登场的选手 Focus 李景元，来自于南投，16岁，目前就读5育高中，他的 KD 是 1.42，
好，我们看完两边的初赛选手名单，请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第一场的比赛。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是由挑战者 Lester Stand 所选择的极地研究所。没错，极地研究所这张呢是一张属于夺取的地图哦。那我们来看到呢，右边下面这是个任务点的部分哦，这边有目标物，你必须拿取之后呢，跑到左边下面那个绿色发亮的地方哦，这样才算任务成功哦。那这张地图呢，守方呢占的优势，我觉得大概是6-4，因为一开始的部分呢，守方有很多很好的掩蔽物去防止说攻方直接进来的部分哦。是的，而且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是在上一周擂台组 PTN 的初赛，他们对上 Newman 三战两胜哦，当然他们是最后是2-1获胜啊，但唯一输的一张地图就是极地研究所，而且比数还差蛮大的。对，这个比数是3-8，3-8，对，3-8，输给了 Newman 这支军团。那当然在上半场啊，这个比赛是这个比数是有点悬殊啦，没错，1-6进入到下半场，等于是这个极地研究所可能在上一周 PTN 的初赛攻方打不破。对，没错，而且我觉得 Newman 这个打其实守方打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们每一局的战术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个礼拜，当然这张地图对我们印象最深刻，就是 Newman 的一个防守在二楼的下面，对，这边做了两波的一个，等于是在这边做的重手，那么等于 PTN 的部分哇，完全是打不破啊。然后后面呢，选择要做地道的一个 rush， 结果连两个回合被守下，也是刚好被登到，对，又刚好被遇到，结果又换回去打二楼的时候，哎，又遇到重手了，刚好做战术克战术，对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哦，当然 PDN 也非常非常头疼啊，因为在战术的结构上面，我觉得安排可能会有产生一些问题，所以让这个 Newman 在防守方连续拿分。没错，而且那个气势上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上半场6分带入下半场，真的是让另外一方很难有战术上的发挥啊。对，那么当然在 PTN 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观察到，就是说挑战者哦都会去选择，哎，上个礼拜擂台组落败的那张地图，比如说上一周出赛 Newman 选择第一张的一个挑战者自选图嘛，对，他们选择领馆，对，那么领馆刚好就是第一周擂台组 PTN 输掉的那一张地图。结果呢，这个比赛到后面是领馆反而是 PTN 打得非常非常出色，但这一周的我们可以看到挑战者选择是极地，但是极地上个礼拜擂台组输了嘛，没错，我在想应该还是他们会，因为输掉的地图一定会多加研究，所以有的时候你观察这个擂台组输掉的地图不一定是一个优势，没错，而且他们会针对比如说看影片来挑自己的毛病，挑自己的错误，然后就再去做一些修正。对，然后当然我有问到这个挑战者的部分，我说，哎，为什么你们要选择极地？然后就说，因为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跟擂台组 PDN 有练习到，他们认为这张地图他们是有机会可以获胜。嗯，所以并不是说上个礼拜他们输了哪张地图，然后就选择哪一张，就是刻意去挑这样，对不对？对啊，这边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两边都还在设定啊。那么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状况哦，因为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第一位这个是 PTN 擂台组的李景元，那刚好跟这个对面有一位挑战者叫小郭郭宏任，他们是同一所高中，哦，五育高中，结果不是不同队的，对，学长学弟，但这个郭宏任的部分，挑战者郭宏任的部分是学长，年纪比较大，17岁，所以今天看看谁能够获胜啊。那么 PTN 在目前是已经来到了第三周他们的累计奖金已经来到了40,000元，哇，我觉得他们当然非常非常厉害啊，让大家感觉在电视上面看完他们打，很想要来挑战啊。对，没错，而且是在电视上打的话，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对，稍微会有一点点紧张。对，但是 PTN 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完全是在默契上面也融合得非常非常的成功。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比数在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攻方的画面，一开始是开一个比较基本的1-1-3阵型哦。是的，由这个挑战者 Lester Stand 所选择的第一张地图，那么攻守是由擂台组所指定，所以 PTN 是选择攻方。没
说，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呢，其实 PDM 这套战术在上周确实是有用过，但是刚好就是被 Newman 在二楼下面这边锁完全给破解了。没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当然挑战者的部分并没有选择做一个重防，所以轻而易举就可以攻占到了家里面。没错，现在已经确定了守方家没有人。好，我们现在看到 PTM 攻方呢，从外围搭配二楼的部分做一个包夹。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防守方啊，就是集中在目标房周围，这边爆破门一开，直接要交战哦。对，没错，这边一开呢，势必守方会做一些动作。哇，守方守的一个防守点，我们可以看到是很紧密的在目标房，所以第一波的一个交战点，绝对就是在这个右边门进去之后啊，会形成第一波的一个交战点。对，哦，这边爆破门已经爆破了，可能势必会做一些交战哦。好，直接内外的一个夹击。对，守方直接先爆出来，先探人，但是很不幸的，一开始就被爆头了。我现在人说来了4打4，直接进场。好，晕了啊！这边是闪光，吃了闪光。哇，这边很难进去啊。这边持续在做补枪，小 B 队长毒瘤小 B 啊，直接被打掉了。这边是小灭，小灭在最后一个1打2的关键发挥。没错，然后守方先拿下一分。哇，这一波的一个后半段，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目标房，感觉啊人换不完啊，这个等于是空发换到最后，只剩下小 B 队长一个人在地下道。对，没错，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守方也有一些优势点啊，就是一开始很好的一些掩蔽物、啊。好，我们现在看到守方直接刺出来了，在仓库部分做第一波的交战。哇，这个有点厉害啊，小灭蓝色五号。哇，在今天的一个发挥非常非常出色，两个回合应该是打了4个，哇，表现非常活跃啊！你现在看到守方呢，哇，完全毫不留情面的直接完全爆出来，再打一个啊，小灭摇右汉，哇，这个一换一也没办法了。哇，这一波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回合在等于是你在进攻到一半的时候往前推进啊，对。而且我们看到守方其实很聪明哦，第一时间没有跟你做交战，反而是在仓库外面先等你进来，然后我们再3只一起抱进去，甚至4只全部把你的仓库的人数给灭掉。哦，哇，这边压力来到了擂台组啊，在开赛0-2。好，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防守方还是选择一个定点防守，那么二楼这边直接将不会进行交战。好，我们现在看到 PDM， 其实这3局开局的战术呢，其实是差不多了，都是以1-3开局哦。好，当然这个部分的话要看在后半段啊，你进目标房你到底怎么打。刚刚第一回合其实很显然防守方用这一套防守成功的防住了。没错，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局呢，其实跟第三局这一局其实是有点雷同了。我们看一下这一局的后半段残局到底 PTN 会怎么进攻哦。没错， PTN 其实在今天的一个开场比较针对在二楼下面的一个怕人家做一个压制，所以他们的开局比较偏向二下这边的开局，进来之后扫掉确定你没有人以后才会拉出去，再爆破或者在地道口这边去做第二波的一个进场动作。嗯，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果然 PDM 呢是已经把爆破的爆破，但是没有第一时间的进去哦。刚刚已经做一个包夹哦，这边一换一很漂亮。是的，人数上面是4个打4个。好，现在还是看到防弹玻璃里面还是有站的敌人守方这边部分。我这边不需要急哦，我们可以看到，又是小灭，哇，这个剩下巨蟹1.42的 KD 啊，两场比赛打完1.42，这个 KD 非常非常的高啊。没错，我们再看到巨蟹如何处理这场的残局了。两个人已经守株待兔啊，在家里面等。其实巨蟹应该已经意识到他们守方做了20防守的部分了。哇，这个位置不应该掉。蓝色二号这个是王宪龙选手。对。所以刚刚的一个状况就要来讲有点危险，不需要进行一个包夹，反正对方没有拿包嘛。没错。你就等他过来，跟你的队友做一个两人小组的一个搭配。对，刚才那个情况好像是等于残局1打1的部分，并没有利用到另外一个自己的队友的部分。对，我觉得刚才巨蟹在后半段。我认为还有一点点地方可以去做一些修改。他打掉第一只之后，其实他可以选择去拿目标。没错，我觉得他不一定要直接做一个交战，或者是放慢以后，你要交战，你不要连续的跑到这个车头，因为队友阵亡的时候会爆位嘛，他会跟你讲说跑到车头，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开枪，那你就有机会把你打掉，所以应该是缓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楼下已经做一波交战了，现在守方人数只剩2只。
这一波的一个二下的一个开场进攻方获得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全胜。我觉得是上个礼拜可能 PDN 跟 Newman 交战到有被这套战术给克到，所以这套战术呢，他们可能有做一些比较精进、比较细腻的改变哦。没错啊，所以在二下的一个防守似乎对他们来讲没有作用，但是呢，这个。那另外一边，对于这个改造人来讲的好消息就是，反正我定点防守就防得住了。对，没错。哇，这样子对于 PDN 来讲会比较难打。如果对方还是使用一个定点防守在目标房周围，你要怎么突破呢？哎，这一波似乎是前压包夹了。我们看守方已经压到仓库的部分，搭配二楼下的部分做一波包夹，现在人数来到3-3哦。哎呦，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防守方蓝仓。小灭在今天非常出色的小灭已经占领到了蓝仓，哇，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啊！这次如果能宰掉的话，其实守方这一局是应该势必可以拿下来了。哎 ，Snake 没有发现有人在蓝仓，直接阵亡了。没错，这是完全就是残局的概念，非常的不错啊！小灭选手，哇，这一波要怎么打？我们可以看到防守方的一个阵线，两个人已经往对方的家里面拉。蓝色四号是小郭选手毒瘤，毒瘤目标房。对。因为可能是让他当个眼睛，眼睛的部分了。刚刚的一个，我觉得没有打得好。哦，这边爆破门进来。哦，这防守方最后挑战者的一个沟通默契非常的出色哦。最后是小郭在交战，爆破门直接过来做三个人的一个集结攻击动作。对。但是我认为呢，小郭的选手这个部分，我觉得他的位置可以再做一些改变哦。对，毕竟说他那个位置是有两个门的，如果是说是攻方两个门呢，他是从另外两边包夹进来的话，他就算看到情报，他也没办法宰掉另外一个。对，我觉得应该是以团队为优势为主啦，可以选择去跟前线，跟两个人的一个部分，不用独留在目标房。我们现在要攻方直接抱进来研究室这个部分做一波交战。好，这边是定点防守防挑战者。哎呦，蓝红色五号是巨蟹哦，这边是发挥了。哦，攻方占了很大的优势，现在来到3-1。哎，这边猛烈的交战，小枪都掏出来，哇，这边一打二，哇，这个是红色号的 Snake， 只有一滴滴的血撑住啊。没错，一开始掏小枪，反而是留存活到最后一位。哇，刚刚其实对于这个雷海组这边还是有一点危险啊，站到最后一滴一组啊，3-1啊，有点冒冷汗。哇，这个 Snake 的血量也是不是很够，哎，被锤死了，哈哈，被锤子锤死，被龙儿我们的女选手。龙儿给锤死了。好，这边 PDN 的战术做一波改变哦，来到地道的部分，开了三支进来，但是并没有很顺的人直接进去，因为守方在那边已经布下重阵了。对，卡住了，有点太卡了。哎，巨蟹偷人，直接拉进来啊，打掉两个。可惜了这一波。哇，是有机会打第三个。这边前线一定要赶快往前推，因为巨蟹已经把情报给全部公布出来。哇，其实 PDN 这波双边线打得算是非常的不错哦。哎，小郭选手今天发挥的相当出色，身上小 B 队长，一个人对上两个目标防，哇，没办法。哇，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场的比赛，挑战者来自于高雄的队伍 Let's Stand 这边是表现非常非常出色，上半场是一个5-2领先。哇，上半场又是大幅度的比分领先呐、啊。对，我觉得这个分数其实在极地研究有这样，应该算是蛮优势的、哦。没错。接下来要看进攻方的部分啊，要怎么去防守？进攻方的部分要怎么去进攻啊？因为这张地图其实，对于如果因为其实 Laser Stand 这支队伍，他们其实成立的时间不久，大概2个礼拜左右，刚有问过他们了。所以如果成立的时间越不久的队伍的磨合度哦，在进攻方的部分就比较容易会产生暴露出一些问题来。对，因为进攻其实比较多的一个细腻的东西啊，比较需要多一点沟通啊。对，小组配合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一波呢，我们的 Lesson 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去这个二下的部分，二楼下面的部分哦，这边直接进去了。对，因为其实，在雷点的部分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对方会丢什么雷，建议你慢一点进场。那么另外一方面，你还可以防止住蓝仓的一个防守方的前压。对，没错，我们看到 Let's Stand 把攻方的节奏压得非常的慢。好，我们现在看到守方 PTM 呢，也是采取一个比较属于算是二线的防守哦，可能进来这个通道，我可能要做一波交战了。哦，这边是第一波被闪。没有进场，爆破配合蓝通，标准式的一个进场打法。没错。哇，
刚刚我看到印有这个南瓜 logo 的这个 Farmers， 对，最新的一个活动啊，Farmers， 对，万圣节的一个活动。哎，啊，这个一路往后退两个人，哇，这边先掉一只小 Z， 哇，掉一只对他来讲爆破的一个攻击就有点可惜了。哦，这边想要做一个中控到这边的夹击哦。王线龙，哎，打了两个，但是毒瘤小多。郭宏任这一边遇到两个人的一个攻势啊，是没有办法能够撑住。对，没错，我们现在要看到 PDM， 其实他们三个人甚至四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一发现有状况的时候，其实他们四个人搭配了一些，其实配合的都还蛮精细的，都知道遇到状况到底要怎么处理了。没错，其实，在当然进攻方的部分，第一波小笨是先阵亡啊，所以对于这套战术体系来讲，一开始就少了一个人。那当然，你三个打爆破这边当然是属于。哎，被炸死了！当然它是属于一个重边，但是你要配合另外一边做一个包夹，这样的一个战术才有办法形成。对，因为战术还没形成呢，还没完成之前呢，你先掉人的话，其实这个战术已经算是失败快要一半了。对，好，这边是要往地道走。王孝仁和王宪荣被看到了。我们现在看到攻方元素非常的劣势。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在残局的部分，三打五怎么打？我觉得你只要选择二一的一边，或者是三个人集结都可以。两个人小组集结，三个人小组集结，放一个在边线，一个人去做。但重边这一边，两个人小组去做，先去做攻击之后突破之后，另外一边再做包夹，这也是一种选择。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动。你不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时间来讲，你一定会有压力。那再来就是说，你的时间被压缩之后，防守方会越容易知道你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进攻动作。没错，时间越少呢，对防守方是越有利哦。好，这边是还在沟通哦，弹炉以下之后要往爆破吗？哦，这边两人小组可能要从爆破门直接爆进去。哦，这边守方直接出来。哎，哦，这边交叉阵型打得非常的好啊。哇，红色一号、四号这两位选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哦，因为在爆破门一开的时候没有先看左边，所以在红色二号我们可以看到王宪荣这个是哇，这个是感觉好像有呆瓜出来啊，直接打后脑，这没有看到旁边有人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出来的。哇，这个守方来讲了，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看的面实在太广了。这个叫做冲动的惩罚。对，冲动的惩罚，没错。真的是一出来一枪都没开，直接被攻方给 K 了两只。对，红色一号、四号，两位在这边站年轻的选手。哦，这边怎么交战一换一？现在人数来了二打一，哦，一打一，一打一，时间来讲对于攻方不利。对，这时间来讲应该还是够跑回到目标处的部分。对，地道口要交战了。哦，这边可能有听到声音了。哦，直接拉过来 PK 了。哇，可惜这个狙击枪。还是很准啊，没错，这个甩枪甩得非常到位哦。对，因为在刚刚那个距离，我觉得对狙击手来讲是非常难以施展的，因为太近了。第一枪 miss 之后，第二枪居然还可以挡中。对，没错，这个狙击手的散打技巧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残局打到那样是非常不应该的。对啊，这个非常可惜啊，因为这两个人贸然的往爆破门冲出去。好，我们现在看到守方全部站在那个仓库周围的部分哦，可能蓝仓前压了。对，没错，被压掉一个哦，小灭红色五号。那么对于攻方来讲也很头疼，因为其实小灭阵亡也把情报带出来前压。哎，哦，这边遇到两只，哎，包过来的还不错。红色四号是小郭选手郭宏任打掉两个。嗯，其实人数换的还算不错，我们攻方的部分现在换到人数二打二，换的还不错。关键是在小郭进场的时候跟他的队员做一波的搭配。好，这边是拉过来，但是蓝色三号我们可以看到，哎呦，这边即将要遭遇了，只有一墙之隔。现在看到攻方一号、二号呢是分得非常的开哦。对，我觉得红色二号可以直接进场去拿目标，让红色一号在家里做防守。但是红色一号的位置很关键，不要跟他不要被发现。对，然后不要跟着前线，哦，让一个人拿目标，另外一个人埋伏在这个位置。为什么说不要被发现呢？因为其实，在残局的部分哦，二打二的部分，如果比如说你去拿包，我已经确定一个人在目标房的部分，但是另外一个呢，我却不知道。这对另外一个防守方来讲哦，可能要去猜说另外一个这个攻击方到底是在哪一边哦。哇，这一波小 Z 我觉得不应该跟着进场哦，这边是把家里面让给了防守方啊。你像在最后的一个，你要达阵点，如果对方两个人在家里防守，其实对他来讲，对攻方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没错，而且这边掩蔽物，你可能只露一个手臂、一根脚而已。对，刚刚比较好的一个打法是小 Z 继续在家里面埋伏，因为
这个从前面的一个包位啦，你的队友阵亡就会包位嘛，应该合理的怀疑防守方已经在拦仓了，所以你在这边防守，让这个小笨的部分红色绕小笨一个人去拿目标物就好。你一拿目标物，防守方就会露出他的声音来，你就有机会可以逮中对方。没错，现在就是形成这种窘境哦。我们看到红色一号呢，完全出不了这个门，因为这个门已经被守方给架死了。对，而且时间来讲不够，被丢了一颗闪。哇，这边直接出去要交战哦。你看到这个其实非常的小哦，漏的非常的小，所以你很神准哦。直接爆头，这个真的很准，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准，这真的很准。直接要奔达阵，防守方在家里面做防守。哇，很漂亮、哇 ，Snake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失误，他不应该闪进去啊。没错，闪进去目标位就被达阵了。哇，这一波的一个，这一波最后的一个关键点啊，其实剩下一秒钟啊 ，Snake 不知道是不是太紧张哦，时间算错了。对。居然是让对手最后给打阵哦！你在那边交战，不管怎么样，你把对方打死或者你自己被打死，你都可以拖到时间啊。我觉得还是勇敢的杀敌吧。好，这边看到红色二号，红色二号的部分呢，这边可能要做一波交战。好，我们现在看到守方呢，慢慢的集结，慢慢集结往大门仓库外面这边。好，这边可能我们可以看到是绕回来了，又绕回来到了蓝通哦。对，慢慢拉回去了。对，应该会选择做定点防守。好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攻方派出的狙击手是小郭郭宏润。好，现在守方这个阵型也是刚才所讲到非常不错的阵型。好，现在看到攻方直接进来了，搭配爆破门的一个夹击。好，我冲，我冲，直接前后的一个包夹。哦，这边哇，这边守很久啊！小灭这个非常可惜啊，刚刚有两个人在他前面啊，对，好像没有办法专心的射击，屁股对着你就没办法把他射死。好，这一分让 PDN 所获得，我们可以看到擂台组的部分又追上一分，哎，一开始有人被炸死了，哇，一开始就被手榴弹给炸死，我们陈家鹏选手的手榴弹。这边攻方节奏还是放得很慢哦。对于防守方来讲啊，因为刚刚他一个定点防守守住了嘛，那基本上就用定点防守就好。如果我是指挥官啊，而且其实他们守下来的人数还蛮多了，剩下残余人数蛮多了，表示说你这个防守呢是非常的成功，能守住攻方的阵型。没错，而且在当然在比赛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在平常训练的时候，你要把定点防守就是固定防守练得非常非常扎实，因为你这套防守如果可以就是很稳定的守下来的话，对方就没有招了。然后你再配合一些前压，但千万不要把前压这种招当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招式，因为你打得越久，因为这是长时间比赛，你越会让对手给识破。对，没错，可能会面临到一些队伍的针对性的战术打法哦。而且在被动式啊，像这样的一个防守，其实需要的细节会更多。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可以把一套防守稳稳的给练得。这个等于是让对手完全打不破。最厉害的队伍就是这样。对，一套战术打到底，我就是我知道你打这个战术，但是我就是攻不破。对，哇，这个就是非常令人头疼。哦，这边看到王铁是往外面部分先攻过去，但是我们守方其实外面都有站人哦。对，有人先看到，那么通报狙击手之类的。这一波，哎，红蓝色四号是 Focus， 是五打二的发挥。哇，这边一个很漂亮的 1K2， 哇，打三个啊！小灭在最后是打掉三个。K 三啊，全部都爆头哦，可是还是没办法，第一波人数已经先掉了。哇，真的在攻方的部分，对于挑战者来讲，似乎是有一点点棘手。炸弹，炸弹，哇，一开，一开，哦，这边还是有，哦，这边直接秒掉。小弟队长在地道阵亡。好，王线龙往前做一个补刺，这边有机会，哎，怎么不去补枪？哇，刚刚我觉得哇很可惜耶。对，小笨的补枪我觉得太慢了，因为他队友小弟阵亡的时候，他应该直接把李举远给补掉。没错，就让李举远给跑走。刚刚那个射击确实第一时间有看到都有瞄到啊，但是他却缩了进去啊。对，而且在小笨的部分哦，他的血量是充足的哦，他并不是说这种已经是残血的状态，他应该要把李举远补掉的话，现在的状况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四打三的一个状况。没错，我们现在看人数来到四打四。
这边守方呢，还是采取一个偏研究式防守的部分哦。对，因为你阵亡的一个队员，真的一定要想办法把对手给捧掉，人数上面优势，你打到后面的残局才有优势。没错。这边放慢的脚步，似乎要往铁网，或者是蓝通口。哦，这边先做一个丢弹。好，配合爆破，这一波的攻势即将形成。哦，这边爆破门直接进去了。然后一号选陈家鹏先 K 了一只哦。哇，一 K 二陈家鹏，一 K 三，对，一打三哦。这边龙尔的位置在目标防口。好，被发现了。防守方这边是选择比较稳扎稳打，不跟你打。对，哦，绝对不跟你打。其实我就站在防弹玻璃后面就可以知道你的行踪了。其实刚刚进攻方，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就产生一点问题哦。爆破门一开，那么当然在小面的选择，因为爆破门一进场，你可以选择右边目标房跟直走蓝通。蓝通的部分。那么当然小面选择目标房，可是这一边铁网这边其实龙尔本来要做一个包夹，但他没有进来，所以变成说这一波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他的一个包夹战术并没有形成。没错，这边并没有搭配到二加二的一个部分。对，其实龙尔应该是要这个不畏艰难啊，直接铁网溜过去，能打几个算几个。不过他后来打到一半，可能是选择退了。对，没错。前压，前压，防守前压。哇，现在防守又前压了。我们下一颗直接交战人数来到三了，哎，东方占了一点优势。哇，现在守方来到一支。好，哇，这边一定要撑住啊，挑战者的部分。没错，现在二打一一样。蓝色四号，我们可以看到 focus 是在蓝仓。没错，现在攻方已经确定蓝色四号的部分的位置了。好，这边呢，四号选手先盯住，然后一号选手去拿包。哦，这个非常正确，一定要这样打。蓝色四号，我们可以看到小郭，小郭的位置在地道口往车头跑。好，这一波要遇到了，先做第一波的交战。蓝色四号 focus 跳过来。哎，哇，这边枪很硬，先挡了下来。哇，两个射一个，刚才小季也有在打。李景元呢？但是没有打掉他，可能都射到什么手啊、脚了，比较不痛的地方了。哇，他穿的这个装备，哎呦，丢了一个燃烧弹，看能不能烧死他这样。哇，燃烧弹这个，如果你碰到的话，损血将近一半。对，最近才出来的新的道具。哦，现在四号，南方四号这边先躲。哦，这边直接过去了，哦，撑住了，哇！挑战者在最后小 Z 的部分发挥出色啊，因为在一对一的一个残局的部分，真的心脏要够大颗，抗压性要够足啊。没错，其实他应该知道对方的血应该是所剩不多了啦，因为其实刚才两个人都有在射那个。对。哦，现在靠地道直接进来，哇！这边第一时间先爆头。哎，小 Z 被补掉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哇，王蟹龙往外跑啊。这边应该是两位队员阵亡之后，他没有办法进场。哇，我觉得小郭这个位置应该在第一波交战就应该要进去了。没错，你没有进去，这么一来让这个防守方喘一口气之后，又拉第二波的阵型拉到目标房。你要再进去的时候，对方已经架住枪了，你变得越来越难打。但如果刚才小郭他在中在地道这边交战，他去抢点，他是有机会先抓到人的。没错，我们这边可能战术上还需要比较稍微做一些细腻的讨论。当然，在小笨的部分啊，其实三个人打地道，但是小笨到后面是退出来。对他来讲，我觉得可能补枪的部分没有办法去，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距离拉太开，没有办法补枪，所以他才退出来。对，没错，这要可能他们赛后去检讨才会知道的。好，我们现在看到攻方二号一个人慢慢的摸这个地道的部分。可是另外一边的一个哇，这边直接交战，对，另外一边离得有点远。哇，这个哇，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形成一个默契，我觉得不必要一个人自己去摸。对，这边要配合在地道，在另外一边两个人，因为这边算是重边。对，这边应该是他们打反了。对，应该重边先进场，然后弱边这边再伺机而动。对，弱边应该先架好一个优势点哦，让重边去做一个突破的动作。哦，这边直接杀掉了一个。好，这边没有贸然出去，正确的选择。但是屁股已经来了，哦，两个，哇，只剩下陈家鹏这一波挑战者有可能撑住。哇，最后一打一形成，龙儿最后获胜了。哇，所以在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挑战者
Last Stand 在三战两胜的第一战是以8-7获得胜利啊。这边请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还有第二场的比赛。三战两胜的第二张地图是由落败的一方所选择的，也就是 PTN 所选择的沙漠。哇，沙漠这张地图呢是属于一张爆破的地图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两个爆破点，第一个呢在左上面，属于一个小炸点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下面是一个大炸点的部分。那其实沙漠这张图呢，它是属于一张室外图哦，就是说你一开始可能会遭遇到很多的闪光啊、炸弹的一些投资部分哦。那我觉得攻守方面，我就应该是占五五波的部分。对，其实这张地图当然在 SF 一的部分啊，当然大家也算是一个经典老图啊。但是在 SF 二的部分，它的一些速度站位略有不同。对。好，那么在当然在我觉得了，在守方啊，比如说在水井炸区，它比较容易第一波就遭遇到攻方的一个攻击，所以有点难过去这个。是水井左边啊，左边跳过去那边，有的时候被打到。对。那么当然，在上场比赛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精彩，应该在这个挑战者的部分啊 ，Let's Stand， 哇，最后是女选手龙儿啊，龙儿扛了下来啊。对，陈映龙选手啊，但最后其实存活的是两位啊，这个当然一位是这个小郭宏任，跟这个龙儿两个人真的是 SF 二的神雕侠侣。对，神雕侠侣。一个是杨波，一个是小龙女，因为他们两个人最后是2-4。哇，2-4。2-4获得最后的一个等于是翻盘胜利，而且是在最后一个回合，7-7平手。哇，这压力扛得住真的不容易。那当然，当然我们也是要检讨一下，当然在防守方的部分 PDN 我觉得在最后的一个残局处理非常不好，他们选择做一个包夹。那你要包夹，就要有自信把对方给打掉，要不然你就捞到对方家里不就好？对啊。四个人手包，难道会守不住吗？没错，而且都确定两人都在研究室里面。好，我们现在看到了攻方直接打一个快速压大区、大炸区的部分。对，但是遭遇到反击啊，哇，这边是 P2 直接被闪白了，然后被打死哦。是，然后掉了一个，好，小面的部分从水井拉过来也阵亡了。PTN 擂台组 PTN 在第一个回合拿下，我看到陈家鹏笑眯眯的，哇，似乎在这张地图非常有信心。我们现在看到呢，攻方一样采取一个4-1 rush 的部分，快速抢外面这个外道水井天台的部分哦。是的，这边是水井开了四个。哦，我们现在看到中路楼梯上来了，两只，哦呦，白着把对方给杀死了。在沙坑的部分做一个交战，哎，很漂亮的人数换到3-3。哎，小 Z 一个打两个。哦，这边这个狙击枪，哎，不错。对，非常的出色，把这个小兵队长给打掉了，换了，哎，这个狙击换步枪。哦，一样在阳台下这么做一波交易哦。哇，这边屁股稍微对了一下敌人。有点可惜，我们可以看到 Snake 已经发现敌人了。对，小骑兵装好炸弹。哇，现在对守方的血量来讲非常的不利啊！要从楼梯下去呢，毕竟攻方已经占到车头这个优势点了。对，这边枪架住对于这个 Snake 来讲，哎，直接被打掉，还是没办法。哇，最后关键是在小 Z 啊，从中路第二波杀出来带两个，最后残局清掉一个，1-3，1-3，很漂亮的残局。好，我们现在看到守方呢，一样采取一个比较二线防守的部分哦。第一波并没有跟人做交战，那我们先确定一下攻方人数是不是有抢占这个中路跟外道水井的部分。哦，这边还没有做过交战，先等，先慢慢等。我们现在看到有人在丢锤子哦，锤子哦，这边。那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龙儿在极地研究所用锤子对锤死了人，哇，真的是对锤子这个其实要真的要练过，没错。好，我们现在看到攻方呢是慢慢的采取一个进走的部分，往天台下做一个收点，但是并没有发现防守方的人是处于二线防守的部分。好，这边是要往水井哦，水井这边来四个，这边楼梯直接上来了。现在看到中路的部分呢，有做一波交战哦。这边攻方先掉了一只，但是呢，攻方二号选手偷偷摸摸从地道已经摸出来了哦。哦，小心背后。哇，但是
前面的队友没有能够撑住啊，阵亡太快了。如果要从屁股推进，这个前线要能够稍微撑住一点，要不然屁股推不到。没错，一推哎，怎么遇到五个？嗯，那五个，当然如果你让这个防守方有喘息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哎，最后一个在哪？大家就会想说哎，会不会在地道？其实刚才这一波呢，我觉得攻方二号从地道摸出来这个部分时间点，我觉得算得还不错。但是呢，问题是队友并没有能挡住守方这一波攻势哦，我觉得他守攻方呢可以稍做一波，比如说拖延一下守方啊，比如说你已经确定来说天下下这边没有人了，你可能丢一些弹啊拖住他们，然后让二号选手去小这个炸区先放包，等包一启动呢，你这个守方回防的话，你其实外面天台水泥的部分攻方都已经站好了，你要回防非常的困难啊。声东击西的一个战术，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攻方一路的往哇坡道这边杀过去。这一波的一个进攻方式打一个快攻水井，但是这一波并没有能够去压制住对方的防守。对，这就是守方故意摆二线防守的部分了。所以等于进场啊，人数就全部掉光。好，我们现在看到攻方一样采取一个三二 rush 的部分，中路已经先出去，但是被闪了，先退回来。对，红色二号的小笨。好，我们这个战术做一些改变哦，阵型拉回来，变成了本来是三二 rush， 变成了113地道开局啊。好，这一边三个地道的一个主要进攻哦，主要进攻我们可以看到带头的是王宪龙，红色二号的小笨。对，我们看到守方五号呢，一个人巨蟹，一个人守在小炸区的部分，他到底是直接挡呢，还是要先退呢？一定要退啊，这边遇到人了。哇，这边闪光出来先退了，没错。对，想办法先退，等前线回来做一个协防。对，没错，这退的选择是正确的哦。我们现在看到守方呢已经把中路给占据住了，但是攻方家还有两只哦。对，家里面有两只，这一波可能会打一个中路从楼梯第二波追的包夹。哎呀，哇，这边直接被攻方给蹬到了。哦，要往中路做一个压制啊，想要把这个狙击手小郭给压掉，没有想到自己先倒了两个。哇，因为这一波其实防守方呢，他的残局部分有点处理的不是很好，对，有点瑕疵。比如说你想要从中路去攻方家，你可能需要丢一些弹啊，闪光弹或是烟雾弹什么的，先遮住一些地方或闪住一边哦，我们再直接过去。两只直接贸然的从中路这边直接过去，我觉得非常不好。对，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细节部分还要再多做检讨。对，我们现在看到放包啊，攻方直接放包了，这边要做回防，不好回。红色四号的位置啊，很关键，小郭因为他在卡在中路。哇，这个位置却让守方非常头痛哦。好，让你过没关系，没关系，我让你知道我在这边。哦，这边直接交战。哇，小郭在中路的一个狙击发挥相当出色。嗯，我们现在看到比分来到3-2 ，PT 三分。我们挑战者这一边是刚刚是拿下了一分哦，这边互丢锤子。哇，那个锤子哦，看来大家都是有练过的。小妹往前去追，哇，被炸到了。哇，这边就起楼交战。哇，这是守方占了一点优势哦，狙击枪远程的优势。啊 ，Snake 狙击枪终于在现在发挥了哦，一个关键的1-2。哇，这边中路又直接过来被攻方黑掉。为什么那么想推中路？对啊，这个回去一定要好好问问队伍。对，要推的话，起码要丢一些弹啊，或者是人海子一压过来。到底那里有什么东西？难道有食物吗？巨蟹？难道有水饺吗？巨蟹，水饺王巨蟹，打四个喽！蓝色二号 Snake 打了四个，要帮他做一个局1-5吗？有没有机会呢？完成在超级强者擂台赛首次的1-5，让我们可以看一下蓝色二号的画面啊，蓝色二号 Snake 的画面。哇，中路被1号死号，但是这边只有一墙之隔啊。对，这会故意做给。不要射啊！这边为什么你哇这个不做给我们的 Snake 狙击手？哇，他自己心里有点怨恨在心了，为什么让我们 K5？ 狙击枪 1K5 确实是不容易啊，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对，而且可以做一步。好，这边是小郭选手，这个你刚刚狙我队友狙了四个，我现在狙你。地道这波打得不错，人数都有形成优势。我们看到攻方这波打的是三边夹击的部分。哇，小弟这个位置埋伏得非常的好啊，没有人发现啊。这个蓝色要的陈家猛，我觉得陈家猛纪律性非常不好。他在中路的位置接出来的时候，其实这几个点他都没有去做一些搜索。对，没错，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基本功要稍微加强一点。好，我们现在看到守方只剩下一位 ，Focus。哎，在家里面被打飞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半场的一个比数，擂台组 PTN 4-3领先。其实这守方跟攻方呢，并没有说哪一方都有占极大的优势啊，主要是看你残局要怎么去打，人员要怎么去运用。这边压力来到 PTN 了，因为对他们来讲哦，这样的一个比分，而且第一场比赛又输掉，对，哇，非常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前几周的挑战，我感觉似乎是没有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对于他们来讲，有几位是比较年轻的选手，不知道心理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我觉得难免是会了，因为毕竟年轻的选手呢，遇到这种状况的话，还是需要，应该怎么说？应该需要老选手去带他，或者是自己心里要有能承受这种压力啊。对，但是这边最老的选手就是小P队长，对，现在已经阵亡了。哇！不过还好，现在人数上面取得优势。嗯，这边已经放完包了，守方呢要三次回四支，这边是有点困难，因为中路已经被架住了。对，来红色二号 Snake 在中路架住。哇，这边守方，哎，没办法了，又被打掉一个。王宪龙从家里面做回防，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被对方给发现了。失败，你 PTM 再下一分。任务开始，请报告。那攻方呢，采取一个1-2-2的开局。属于一个慢攻的部分了，但是守方呢，第一时间先把中路阳台的部分给吃了下来。哇，蓝色五号的位置是小聂已经到了沙坑了。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攻方直接从地道出去，哇，这边直接 K 了两只，在车头的部分呢。这个是小笨王宪龙选手在第一波的表现非常出色，1-2，因为在边线防守，你能够撑住两只，基本上已经获胜一半。对，没错，一个人能守下两只啊。好，拉过来，小聂撑得不错。只剩下陈家宝跟 Snake 两位选手，两个打三个。哇，我觉得这波中路跟楼梯的夹击并没有做得很好哦。中路出去要射沙坑的时候呢，被阳台下那只给射死。应该是说阳台下那只要留给楼梯的人去射的。哇，我们现在看到人数来到3-1，剩陈家宝一个选手在楼梯这个部分，往上冲。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换位置，不要在这个位置，不要在这个位置交战。哇，陈家宝。因为他的位置已经被发现了，那这个口径他是属于左右两边的，他这样的一个交战，其实就是在残局上面，我觉得是打得不好。对，没错。因为你已经被发现，人家卡左右嘛，你现在硬要上去左右两边，等你上来，然后打左边右边出来。对。而且正面也架住了，这个是，我觉得可能在残局的部分，他还要再多琢磨。嗯，没错，可能要多看一些自己影片或国外影片去学习一下说。剩下一个人的时候，1-3到底要怎么处理会比较适当一点？对，刚刚那个其实绕就好了，绕着再跟对方，你要有时间嘛，不用那么着急。我们现在看到攻方直接爆了出去，从阳台下部分。红色一号陈家鹏在中路不断的往前推进，哦，这波算是攻方大获全胜。嗯，哇哦，一局局取胜是真。在分数上面其实咬得很紧。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挑战者来讲，我觉得他们表现在今天哦，真的算是高度的肯定。因为对于这个两个在才组队的这个队伍，在今天比赛枪法上面真的发挥出色。没错，我们先看到红方一号陈家鹏选手先 K 了两只哦。哇，虽然说陈家鹏选手可能残局的部分需要加强，但是他毕竟在枪法的部分上还是有一定的威胁性的。没错，担任箭头的角色。1-2，对，我们从这转弯，哇，没办法，因为装包直接被炸死了。对，这个细节上面还可以再多加强一点，因为你已经抢了小炸区了，但是阳台上又有自己人，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急的去装包。对，因为对方可能会，毕竟留在那个地方，可能他可能会丢一些手榴弹啊。对，他像我们在 CFE 的比较常看到。对，没错，不用这么急的装包。对，我们现在看到人数来了3-2，但是他。守方两只从坡道部分要回，这边是很困难的，因为狙击枪远程的架住了。对 ，Snake 刚刚这个精彩一瞬间啊，打得非常出色。好，小弟怎么回防？从中路这边吃出来，但是这边是会遇到两面的夹击，双面夹击，时间来讲不太够。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小弟选手，小弟打带跑，能 K 一个是一个，哇，没办法，对，从另外一边过来做一个夹击了。哇，这一分 PTN 拿下，也就是在擂台组的部分已经听牌了。任务开始，去抢下一波保险分。就看到攻方，先开一个2-3-2的战术，直接出来做一个 rush 的动作。水井阳台部分已经被 PTN 给抢到了。
哦，箭头陈家鹏发挥出色。哇，陈家鹏当箭头管是不是盖的、啊？好，拉过来，水井这边已经占领了、哦。我们可以看到蓝色是要小波选手在波道，哎呦，打到一枪啊，史内克后面要被包了。红色一号的陈家鹏已经从后面跟前线做一个两边的夹击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守门完全被夹死的波罗部分了。是的，三战两胜的第二战，我们可以看到是擂台组8-4获胜。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第三场的比赛。是的，三战两胜的第三场比赛，这张地图是由落败的一方这个挑战者 Lester Stand 所选择的废弃工地。哇，废弃工地这张呢是属于一张逃脱的地图哦。我们途中呢有两个 WiFi 呼叫器需要呼叫这个直升机的部分哦，一个呢在工地里面，另外一个在下方市场的部分哦。其实这张图呢，我觉得它是算一张守方图了。对，毕竟防守来讲，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防守优势点的部分哦。那我觉得攻方的这张，其实我觉得能拿多一点是拿分拿多一点是好的，因为毕竟你攻守互换之后，整个的优势来到守方这边呢，你战术发挥应用空间会非常的大、哦。对，我觉得攻方部分拿三分就已经算及格了，因为这张其实我觉得好难攻哦。当然在上一周的一个初赛，这个擂台组 PDN 对上挑战者 Newman， 那么他们在废弃工地这张地图是以8-2获胜哦，而且 PDN 在攻方的部分拿7分，哇，啊，这个算是比较少见，因为这样子防守很难防。哇，我们看到防守方直接在大卡中路卡车部分做第一波的交战了。好，这边攻方是有机会，哇，直接从工地里面被包夹。小Z 发挥还算不错，哎，打两个，两个，哇，这一个一打二是非常关键。哦，他还存活着哦，血量有点不太够，但是反应非常的快，刚刚完全是逮中他的一个准心啊，丢了燃烧弹。哎，哦，应该是没有烧到了。对，没烧到，有烧到右边蓝色血条就会减少一些。对，那攻方二号选手慢慢的从市场这边摸过来了，要快。这边其实王倩龙的部分要快，这个小弟的部分只要在这边守住就好，不要动。等到红色二号王倩龙从旁边去做一个包夹，慢慢压过来的时候再做一个交战，甚至我觉得其实在网线有部分可以先做动作。对，我觉得刚刚小弟在交战的时候，其实他的部分应该要踩一个比较快速抢点的部分了，不是说在原地等。对，好，我们现在看到时间慢慢倒数，等一下还要再扣一波 WiFi 啊。好，没关系，小弟在 WiFi 附近，所以他马上就可以扣 WiFi。嗯，哇，这边直接出来。好，哦，打四个了吗？对，没错，我们看到下方一打四喽，有机会1v5哦。哦，这边血量比较不足的小 Z。嗯，哦，我们现在看到 Focus 直接站在任务点旁边的部分了。哦，这边小 Z 不扣 WiFi 了，他选择要去做一个清场动作。哦，这边先预开。哇，不过这个时候也暴露他的一个位置。行踪，没错，暴露自己的行踪。换个位置吧，换个位置。对，哇，这边如果硬要从那边过去的话，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你也不知道守方人员到底是站左边还是右边。哦，这边先出来。哎呦，李景年的部分是满血，因为小玉刚才其实有做一个预开啊，撑住了，撑住了。哇，这个笑眯眯的，非常可爱的李景年。然后李景年先攻下了1分。哦，这边看到守方呢 ，PDN 应该是采取又是一个仓库抢点的部分哦，这个工地这边已经有守方的人员了、哦。对，想办法把这个蓝色四号 focus 的位置给清掉。哦，被闪了，我知道。哇，我觉得这个闪丢的太可惜了，你丢了要进场，你不能丢了以后，然后这个等它白回来才进场。你不能把闪光当烟火再放。对啊，过去爆了之后也不做任何的动作，感觉是丢一个感觉，丢一个心安，但是没有要进场。对，所以可惜浪费掉了。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哎，攻方想要采取一个从外围包夹这个工地的部分哦。哎，但是没有发现左边，没错，后面这边没有发现。啊，仓库这边是跟民警员的位置呈现一个对角了，在工地的位置呈现一个对角，所以你进到这一块。你就算没有被这个仓库给射，你有可能被这个埋伏点蓝色四号的埋伏点给交叉的一个进攻动作。嗯，没错，我们现在看到呢，攻方
攻方两只在攻地的部分，两只在市场外围的部分呢、哦。这边要怎么做一个连结呢？市场外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红色二号五号要先去把对方家里面的巨头抓掉。我看到攻地部分这边，哇，这边两只直接抓掉啊！哇，小 Z 啊，我们可以看到又带走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回合目前杀了五个。偷了 WiFi， 有机会强行达阵哦！哇，这边直接两只直接达阵，直接达阵，哎，没有撑住，哇，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攻方有破解 PKN 的这个战术，哎 ，PKN 的这个防守战术等于是在离情远战攻地的一个埋伏点，在后半段没有办法撑住啊，因为其实你埋得那么深，你也很难退回来，所以牺牲了荣儿换到一些情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哦，还是有非常值得的部分。哎，我们现在看到守方没有抢攻略的部分，采取一个比较后线防守的部分哦。但是小 Z 呢，他的血量不足，在这个部分应该是一开始被狙中一枪，只剩下残血。好，我们现在攻方先放慢节奏，因为不确定工地里面到底有没有埋伏守方的人员哦。我觉得攻方这个节奏还不错啊，就是尽可能放慢啊，因为对，让狙击枪先去探。对，小郭，小郭，红色四号的小郭。哦，其实狙击枪在攻方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必须要收点啊，看长城收点的动作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守方呢，其实很多优势点啊，都是露一点点手，露一点点脚啊。这你步枪拿的很难去瞄准，对，因为地形的关系，对守方来讲比较有利啊。哦，我们先 call 了 WiFi。哇，我们可以看到攻方有机会的是，这一波是五个人的存活，要到最后一刻发动一个达阵。哇，这边没发现市场左边有埋人啊。哇，小面的部分掉的有点可惜啊。哇，其实他刚才那枪射守方有点准啊，可是没办法，左边有埋人。我们现在看到守方四号血量非常的少啊。好，这边是没有办法，要再扣一次 WiFi， 等它结束之后再扣一次，那么应该攻方的部分就会做第二波的一个进攻。我觉得攻方这一波打的节奏虽然是慢，但是他们在市场刚刚调了一名自己的人员之后，并没有做一些，比如说两个人去清市场的动作，因为你这样冒了人家再进去那个攻地的部分呢，你可能就被偷打屁。这个时候时间来讲，攻方有点不太够。对，没错，我觉得有点拖太久了。这边应该是孤注一掷，要直接全部冲过去了。哇塞，这个位置是选择近的，有点大胆，不过还是摆中一个。哇、哦！在怪手的部分已经先 K 掉一个，还是有机会。哎呀，在最后是蓝色五号巨蟹，哇，这个是巨蟹给撑住了。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比数来到2-1。好，攻方这一波选择快速的推进，压掉了。哇，这边终于压掉了一只之后，市场这边还有一只，有没有办法压掉？没有。哎，只剩下两个，强行达阵。哇，这一波打得好快啊！哇，这边直接跳过去，哇，直接达阵。两枪啊，我们可以看到 Snake 没有办法能够守住。当然，在之前的比赛，他在这个位置当了门神哦，守住两个，那其实很可惜。但在后面，东方达阵了，剩下巨蟹一个人，想说，发生什么事了？哇，其实这招 Less Than 这招 Rush 战术打得蛮有型有色的哈，有型有色的。但是这一波连下两个回合快攻啊，在红色四号一开始被炸死。对，在抢点的时候应该是发现，你可能会打快攻，所以我就丢了一些炸弹。对，没错，这就是不能每一局都打快攻的原因，是只能拿来当配局啊。没错，其实红色也要小弟这个位置已经推得很前面了，相对的防守来讲会是个威胁。这边攻方二号来到守方家，直接被守方远距离给打掉啊！值得注意是 Snake 这个回合换了步枪，我没有继续拿去。炸了一只，三个要冲四个的防守。对，在这种攻方比较难攻的部分，你必须要练一些手榴弹哦，或者是一些雷点，你才能比较顺利的进去这一些地方。好，在侧翼的位置还不错，小面从旁边包过来，哎，正面龙儿被抓掉了，剩下小面一个人的一个位置已经被发现了。对，好，这个时候要等 WiFi 结束，没关系，
先抓人。先抓人哦，这边其实可以猜得到，防守方应该是埋伏在目标房周围啊。对，没错，我们先看到，右边就有一只的，他应该是做一个收敛的动作、啊。闪身，哎呦，直接蹲下来哦，哇，这个很漂亮，打得还蛮大胆。好，拉回来，这个时候其实人数上面防守方还是有优势了。我觉得守方刚才第二次补枪有点慢了，我觉得他们蓝色三号的小 B， 对他们剩下三只对上攻方一只，应该是有两只可以做埋伏没关系，但是另外一只要打得比较。他们的游击一点，对，其实刚刚那个是埋伏嘛，那另外一个应该是当眼睛，对，没有人当眼睛，三个都踩一个埋伏的动作，对，在后半段残局，其实就是你埋伏嘛，然后我帮你看嘛，我露声音，我吸引眼球，这叫眼睛嘛，对，那另外一边就是补枪嘛，对啊，所以刚才是这个队友直接在这边停止就打掉啊，这个如果是我都气死，真的，我说如果是瑞我就瑞我不打，你自打。好，我们现在看到攻方呢，一样采取一个三二开局的部分，往攻力开啊。哇，其实瑞以前是有这样的动作是没错。哇，这在他不在的时候拼命的攻击他。对，一样攻击他一下。好，这一边选择的一个进场也是比较缓慢哦。那么这样的一个，有往左边这边在丢弹哦，也就是在猜。你是不是直接在做燃烧弹啊？哦，燃烧弹。如果李景远在那边蹲着的话，应该被烧的差不多了。旁边一只烤猪了。好，这边是第二波要进场啊，这边是王宪荣倒了，有点可惜啊，因为攻方在进攻前少一个，真的非常难打。那没关系，现在守方一号已经从屁股这边慢慢摸过来了。从这边会从铁柜这边慢慢出现。小面，你旁边，哇，这边已经听到声音了，你出声音了，哇，没办法，哇，这个又掉一个，更难打了，14秒的一个时间，因为毕竟那个声音是那个地方才有的声音呢，你只要一跳进去，我就知道你在那边了，哇，又被炸一个，时间6秒要冲，哎呀，没办法，蓝色校的 focus 在这个回合是一个1-3了，我觉得 PTN 这一个铁桶阵阵型的，毕竟攻方人员又掉了一只，很难突破、啊。我们这样看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攻方直接开了三只在市场的部分，哇！但是中路部分已经被狙击手 Snake 狙掉2只。这边是。好，这边其实防守方可以选择第二波再拉回去家里面，不用一定要前手，你取得这个优势，你就打第二波的定点防守。这叫得理不饶人啊！我取得优势，我还推回去更难，让你更难攻啊！哇，继续被炸死。所以这边是人数的一个平均。看到 Snake 血量不足啊，但是他拿的是狙击枪，没关系，有办法一换一。好，抽 WiFi 龙儿。现在看到攻方三只算粘的还蛮紧的。30秒内要做一个打阵。这边4号直接冲了进去。哇，左边这边没有发现到啊！陈家鹏这一波挡得非常的好，要不然会直接被对方打阵。这边补枪补的还算不错。哇，没有血的 Snake， 枪哇！跳一个进来了，龙儿又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回合，让他打阵了。对 ，Snake 拔出的小枪没办法，对方是满血啊。哇，我觉得在后半段啊，刚刚我们才讲说，陈家鹏撑得不错，但是后面没有撑住。哇，这个让毒瘤直接，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他最后是打3个，你们叫他怎么办？已经打3个了，我还输。前面我狙击已经狙2个了，瑞你到底在干嘛？不是瑞啊，这队友看你们到底在干嘛？瑞应该不会拿狙了。对啊，封狙了。拿狙击枪，以后拿步枪。好。拿步枪也会有这种情形吗？有可能，有可能。从后面射就能射死，强行打中。然后我们现在看到5号选手，攻方5号选手杀掉了一个，攻方比较难攻，这边换到擂台组 PTN， 一路往前，这个准，这个非常的准，这个漂亮，好，有没有人扣 WiFi？ 有没有人扣？哇，不用扣，打掉，不用扣，这个是还不错，枪法的发挥，看到 PTN 已经5分了。攻方比较难攻，哇，这边擂台组。Laser Stand 能不能够撑住啊？能顶得住这个压力呢？而且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应该是在，我觉得相较于前2周来讲，第3周比赛，我算是挑战者，算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毕竟擂台组越打到后面，越会被人家针对啊。
对，当然这个部分也是考验擂台组的一个实力啊，因为毕竟十连胜啊，哇，这个如果没有清朝枪神，我觉得有点难达成。是这样吗？如果清朝枪神搭上瑞呢？哇，那这样子一定 是大概只有三成的胜率。好，不要这样像啰，这样说了，他会伤心。啊，难过嘛。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我等一下马上这个电话就来。可以不要再提我吗？先把电话关机。而且我叫张家宏，我叫张家乐。好，现在看到比赛啊，这边其实对于攻方来讲没有打得非常的快，在市场口埋伏。哎，哦，被炸死了，陈家鹏。这边对于这个挑战者非常难打，因为他们是少了一个情况之下 ，Snake 血量又不足。哇，这边人数来到换到了4-4，但是市场呢已经被攻方给吃下来了。Call WiFi 从市场这一边是两人小组，啊，这边是不是可以从？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让狙击手过来市场，从右边的一个部分释放这边去做远距离的一个探测，你有机会可以抓到人，因为其实防守方的一个埋伏点呢，要么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蓝色一样，他守在中心地带，要么他一定会摆一个人去看这边释放的人，所以你如果狙击手往这边移动的话，是有机会逮中第一个。没错，就算没有逮中，你也能盯住一个点，让其他队友更好的前有一个更好的突破。对，好，六秒了，这边没有，应该还是要再 call WiFi 一次了。谁去 call？ 没有人，没有人想要 call， 没有人靠近 WiFi。哇，这边哦，先换人，哇，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3-2。哇，龙儿呢？龙儿在哪里？龙儿，我们可以看到在打阵区中间的货柜，时间20几秒。哇，攻方要 call WiFi 吗？第一场吉利也是龙儿撑下来，现在也是龙儿要一打二。到底要不要 call 呢？李启源，刚才我觉得他动作有点太迟疑了，直接往后。WiFi 就好，这10秒、9秒，只能冲了。右边蓝色3号的龙儿撑不撑得住？左边，哇，这边直接被爆头，太可惜啊！龙儿，我觉得刚刚的一个部分应该听脚步声直接刷出去。对，要采取一个比较主动攻击的方式哦，不要让攻方比较直接过来抓掉你。刚刚我觉得在后半段啊，攻方确实擂台组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在经验上面稍微有点优势啊，真的在后面打的算是，虽然没有 call WiFi， 可是他们四个人的一个枪直接去压迫对方三个，他们四个非常有共识啊。好，这边看到公车这边站了一个，有脚啊，这边脚被打到了，小面的脚，你的脚，你的脚，一只脚已经废了，哇，两只都没了，露出马脚了，哇，被打了两次啊，小面这应该很头疼，人我怎么没看到？奇怪，我血怎么忙没了，忙就死了呢？结果被打了两次啊！因为其实你如果是一个防守啊，你在那边一枪，哎，损血，你应该就要跑掉。其实你在那个位置就应该有心理准备被打脚了。对啦，因为那个地方，除非你在轮胎后，轮胎后我觉得会不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得到？这也是会被看到。好，市场点的一个主要进攻点。好，我们先看二号蓝色选手在市场外面做一个埋伏的动作。这个埋伏我觉得很关键，说不定可以埋到人。有可能。好，巨蟹，你在背对着敌人啊，你后面的左边就有一点。没错啊，应该是不知道那边有人。我觉得二号守方这个点非常的关键。可是他没有采取一个主动。对。这个时候，哎，但是他绕过去有机会哦。哇，他被抓掉了。啊，太可惜了。没错。剩下小郭直接在这边被打掉了，所以 TTN 再下一分已经是听牌的局面了。哇，刚才二号选手很可惜哦。哇，我觉得这个小份的部分其实他都有几个还不错的一个时机，像刚刚你听到声音，听到声音就可以去抓嘛。对，毕竟你蹲在那个地方那么久，都一直听到声音的话，表示对方可能不知道你埋在那个地方，你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偷的部分哦，你可以可能第二时间直接刷过去，你可能就有两只人头了。好，这一波防守方选择做一个前压，压掉攻方多名队员，也拿下这一分啊！哇，幸好是撑住了在前压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在挑战者啊 ，Laser Stand， 他应该其实在早前面几个回合就可以前压的，不用拉到那么紧张被对方听到的前压。我觉得这个，因为你再压一次的话，有可能就被对方给识破。对，这边就是在输。哇，那边想要再压一次，先吊人啊。对啊，要连续压两波。哇，这边屁股没看到。哦，绕了过来，小 Z 在今天发挥非常出色的小 Z。哇，这边三号选手抓掉了守方一号小 Z。小 B 啊，小 B 队长在另外一边工地的一个进攻。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波拿着他的一个炸弹。哇，这边先对到了，哇，守方家没办法。
好，丢了一颗闪，从中路跟小道这边往前推进。防守方我们可以看到守得很后面，值得注意的是蓝色人号在右边四方的位置。对，我们刚刚巨蟹选手先做了一个探脸的动作，并没有做一个突破。哦，这边先看到了。对，攻关很难打。哇，没办法。掉了，蓝色二号这边是王宪龙选手，一打二。对，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部分哦，很多地方都可以做一个埋伏的动作，你要收的点实在是太多了。哦，这边一分一分的在追，已经撑住了两个赛末点，挑战者 Laser Stem。这边先被白了，现在守方呢并没有做一个突破的动作，现在先埋在后面，先等你来。我担心你在第三个回合的前压，但是如果是我是指挥官，我应该是不会再下第三次的。嗯，除非是我没战术。我们再看到 Snake 选手刚才从公车部分先狙掉了，狙到了二号守方的脚，应该是脚的部分。这很关键的，因为你在一开始被狙到的选手心里会有压力，对，心里会有压力，而且自己的行踪也暴露了。被狙中一枪，烦呐！对啊，如果是位置直接敲滑鼠，先敲我，烦呐！还是有机会抓掉的，还是有机会抓掉。对，我要稳下来，要冷静。血量越少，我觉得他打得越冷静一点。练习烦躁，然后比较冷静。对，哇，我觉得王宪龙不应该出来，因为他第一节被已经看到了，你就缩回去，因为你再出来，有可能就被对方给逮中了。对，这个就是属于心理上的压力。我血量已经这么少了，我想要为队伍再做一点贡献了。小郭哦，这个时候站出来把人给换回来。我们现在看我们讲出来到四打四，攻方主要重心在市场这个部分。让狙击手，狙击手在哪里？红色二号有没有办法从四方外围切入？值得注意是蓝色四号小郭选手埋得很前面哦，在中间小道。嗯，哇，这边先抓掉一名啊。哎，史内克这边在抓人哦。守方这边大意了。哎，哇，这边被小郭给抓掉。我们刚才讲说右边小道的部分。哇，一换一，一换一，现在人数打了二打一，守方两只。小弟撑住了，哎，一打一，换了步枪，子弹还有17发，我们可以看到剩下两秒，一秒直接。哇，这边预开。被预开了，小弟今天发挥非常的出色啊。哇，这个是来自于高雄的朱玉峰选手，已经撑住了最后两个杀人数啊！如果被对方给溜过去，比赛就结束了。对，而且他是直接预开啊，因为 Snake 选手换了步枪直接大跑，听到声音了，对，小弟直接撑住了。人还没到，我直接先开枪等你。对你预开也要够准，对，预开没中啊，这个哇，那就对啊，就非常伤心啊。又让我想到了瑞。哎呀，又是瑞啊，瑞，结果瑞比选手还要红。对，因为在比赛一直提到他。好，这边是我们可以看到 Call WiFi 快速的一个 Call WiFi， 似乎要选择哦，没有哦，这边只是先 Call WiFi， 并没有要去做一个快速的进攻。嗯 ，Call WiFi 之后呢，守方的阵型并没有做一个太大的改变哦。哇，压力来到擂台组 PPM 啊，这个接连被拿分7-4的一个拼盘。好像被连拿三分哦，7-3的一个拼盘，对，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拿下最后一分哦，而且在人数上面，其实上个回合也算是优势哦。我们现在守方又抓掉 PTM 选手一名啊，哇，巨蟹残局王巨蟹被抓掉了，哇，直升机重新压力来到攻方这边哦，因为守方家有人，现在攻力外面又有人，你到底要如何去做一个突破？而且主要在场上的指挥官算是巨蟹了，他一阵亡，其实对于攻方来讲会比较难打。对，会比较不知道怎么去组织哦，除非你们队上有自己隶属一个第二指挥官，后场指挥官，小 B 选手。但在你要从四方从这边切的话，麻烦人物是来自于蓝色二号，他在家里面做一个防守。这边是王宪龙，这个位置你看，你切过来，你就有可能被对角打。哦，这个但打阵区跟家里面。好 ，Focus 要去抓得掉吗？丢了一颗闪，丢闪，哇，同归于尽。这个是有点可行，因为其实王宪龙被闪的应该是半白。对。哦，把这个 Focus 给抓掉。我们再看到攻方人数来到3-4，时间不太够 ，PTN 这一波麻烦了，剩不到30秒的时间，对，有点麻烦。哇，这边直接遭遇！哎呦，喂，这边小 B 队长也撑住，不过另外一边要做一个强行打阵，哇，直接拉过来，蓝色五号的小灭啊，撑住了1-2啊！哇，现在被倒打！哇，最后一战了，我们可以看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啊！擂台组能不能够撑住呢？他们已经是2周的卫冕成功了。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最后一回合，其实双方并没有采取一个比较突进
比较一些有 rush 的动作，先慢下来。两边都就打得非常非常沉稳啊，万一 rush 一乱，然后就死了一堆人。我还没开枪，我先被手榴弹或者锤子给丢死。对啊，这个时候这个滑鼠一放下，只能看对手打，这看看队友啊，看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对，没错，这边只要哪一个人先死，可以先收配备了，因为不会有下一局。对，先收，结果发现，对啊。好，这个时候跳过来直接要扣 WiFi， 防守方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定点防守。其实这个定点防守我觉得就够了，因为对于这个东方来讲，你现在的一个心理层面的压力太大，那你要去在最后冲达阵的时候，对方的一个防守如果来自于四面八方，你有可能在一些丢弹的时候，万一一个失误，万一一点点的一个配合没有做到的话，人数上面直接就被包掉了。对，一点小小的失误可能就影响这一局的结果。我觉得攻方呢，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的压力，不用那么大。其实我可以觉得慢慢的打，没关系，我们可以先从市场那部分先收，但是没有人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缩小这个防守方的防守范围。好，这边枪已经架住在挖土机，挖土机的那个怪手那边哦，在躲一个人。确实有躲人啊，蓝色一号，没错，小 Z， 但是他躲的一个位置，刚才第一时间是那个并没有看到。他躲的位置其实是还蛮漂亮的哦。对，在左边刚好被这个抢。这边先丢了颗蛋，有没有办法把他地推了？太浅了，有点太浅了，因为他那边有喜二这一个。最后一个打正点时间。哦，这边已经采取一个交战动作，哇，这边先一。哎呦，不要太急啊！哎，对，而且小 B 选手这边架住还不错，从旁边做一个侧翼。哇！直接攻进去了，最后一个达阵点形成了，哇！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由擂台组 PTN 以8-7获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超级强者擂台赛的现场啊！在今天擂台组的部分 ，PTN。3-2的赛制当中，以2-1击败来自于南区的挑战者 Lesser Stand 哦，他们今天比赛非常非常精彩，当然也很刺激啊。我们看到后面是热血沸腾，血脉喷张。那么如果擂台组呢，他们先选择要继续接受其他队伍的挑战，他们的累计奖金将来到70,000元。但是如果他们选择放弃，他们可以直接带走20,000元的奖金。哇，这边是擂台组 PTN。请你告诉我们，你们选择要放弃还是继续接受挑战呢？挑战。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擂台组 PTN 将在下一周出赛，接受其他队伍的挑战，而他们的累计的奖金将来到了70,000元。好的，今晚的超级强者擂台赛转播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还有更精彩的星海争霸2的比赛。